梅梅，我看你也不像是个胆小的人呢。林姑娘，她走了，早走了。啊！看她怎么吃！小淑仪，干什么呢你？ 三哥打赌，说只要一个月内你乖乖听话，他跟穆伟义就会输给我哥一辆敞篷跑车。嫁给我。第一，不准两人单独相处时发生肢体接触。 我想去床上睡，我觉得我们这不像睡觉。那像什么？下棋，我们中间隔着楚河汉界。你知道我有多爱你？如果真的这么爱我，你就再帮我办一件事。 您有喜了，让你久等了，咱们走吧。走了。这是少爷让厨房特意为您准备的。孩子没了。十三让妹妹随医生，给您说多胎药。我永远都不会原谅。 萧北辰长这么大，敢这么对我的人，唯独你一人。